一起吃到了，我刚到家。你们看，你们看我的晚餐。嗨，德全。点点点点点，我吃章鱼烧。我别，哎，你看到了、哦？我刚刚在修我的眉毛，结果呢，我的眉毛就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是过敏还是干嘛，就肿起来了，超丑的，赶快折起来。金米照，澳门普国，晚上好。大家吃一下我的章鱼烧，瞬间看到，怎么这么观察厉害？我的晚餐是章鱼烧，晚上好。应该先定一下。没错，因为我这礼拜没有时间可以播了，今天晚上都有工作。所以就是不能播的。是章鱼烧得食。没错，在拼命练舞蹈当中。刚好我下班可以看。播早上十点。来看舞蹈版的 Boys and Girls。我大概采用挂听。好的好的，这不好意思，我播早上，你们应该在上班吧？志宏刚下班。夜班生活辛苦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，就是我昨天带 Tiger 去看医生，因为他前几天下巴不知道为什么红红的，然后大概猜得出来，所以等等要来睡了，虽然那你要赶快睡觉咯。季风亮晚上好。结果呢，我就给医生看了一张照片。对不起，我打嗝。就是给他看了这张照片。我有带 Tiger 去了，但是他隔一天就没有那么红了。就是。我前天晚上发现，然后可是昨天晚上就没那么红，但是我有拍照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，就是他嘴巴，你们看到很像擦口红，然后呢，我的医生，那个 Tiger 的医生就说，哇，他连他下巴是不是肿起来了呀？因为你看他的下巴 ，Tiger 下巴很明显，
你们看得到吗？就是他的下巴。然后医生说，哇，他的下巴也肿起来了吗？我说，哦，没有，他本来就长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说，医生就说，哦，原来他有小后道哦。他说他原本就有小后道吗？我就说，嗯，对对对，原来就是宠物真的会跟主人长很像。第一个也是下巴明显的猫猫。晚上好。我以为只有人会有诶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诶，就 T 哥真的有 T 哥，快来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吃。你看通一般猫咪长这样吗？一般猫咪没有小下巴，但 T 哥下巴超明显的。 T 哥你看，你是下巴明显的小猫咪吗？你好好好好好，叽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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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叽呱叽呱叽呱。然后昨天带他去看医生，他太害怕了，他就抓了我一下。 Boys and girls，Tiger 笨蛋。然后我的平板怎么没有 Tiger 的照片？晚安晚安大家晚安。你的小队啊，因为他我给他抱的时候他就很想要逃脱，所以他就抓了我一下。你没吃饭？我有吃啊。Boys and girls， 我要继续看。怎么章鱼这么可爱？章鱼是章鱼林。真的很成熟，哪有什么意思？我总能参加局组的，这次组，呜、跟上次一样的位置。Hello， 艾瑞克，晚安，辛苦了，台湾国语的。一排是 A B C D E， 在比较后面一点嘛 ，A B C D E 是这样子 ，A 排是第一排是吗？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这首。这是谁呀？幻影战士你好，这不是幻影战士啊。想不到这次做测试，你上次不是也做测试吗？今天很开心哦，你说我吗？我知道我不会揉，但好痒啊！樱桃猫晚上好，
是把我的银那个不是，我把我的双眼皮贴揉掉。很痒哦，表现。前面不会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试的是不小心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有时候就眼睛突然很远，都是雨林的声音。啊，可是这次我听不出来它大声音哎、欸。真的看你的脸，我就揉个眼睛而已。我刚刚直播前蛮想说吃个过敏药，但我想说算了，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也是会过敏。你这样我怎么？果果多吃点。而且我不喜欢点眼药水，我不太喜欢点眼药水。揉一下就好了呀，我今天腰酸酸。回去的跳入每个是要满到你们右手边的侧边第二排。愿望是什么？我们右手哦哦，所以这就是坐另外一边。才吃晚一点，可以再吃一点吗？我今天胃口不好，我请起来。我跟你说过，你每次都告诉我呀。舅舅晚上好。原谅我可好？原谅我可好？哪边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跟你们看到的是反边。跟我看到相同画面，所以没办法直播，没办法看。哦，是谁？你的好朋友是谁？我也是可以讲一丢丢英文的。我给你看，我今天给你们看我今天那个上瑜伽课的时候，可是因为我肚子不舒服，所以我就在后面休息。我们每次老师上课上到他叫，这不会念 Jerome， 只会英文。还好我还听得懂一点点英文，就是每次上完课之后老师都会，因为我们是瑜伽课，然后老师都会就是这样子，就
最后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要大休息，我就偷偷拍了一张照片。我今天把我的房间收干净了，旁边没有，那个是我的破布，它放在旁边。今天给你们看这边，哦，那是我的垃圾，这个不能看。然后我这边也干净了，那这个袜子是，这是对。原谅我可好？然后每次都会有人集体睡觉课，每次都会有人睡着。原谅我可好？空气对呀。啊，你们知道我去他说我的那个，他说我的滤芯好像快没了。我今天我不是我要去买那个滤芯是吗？还是要怎么换来着？今天这么大方的大放松吗？当然，因为我今天收好了，我今天连这边也是干净的，但我还没有擦，我等一下来擦一下好了。我去拿卫生纸，等我一下下，很快很快。果果有查好这个没有耶？可是怎么那么快就没了啊？咦，我也忘记了。你大学修我们的体育课可以选修什么课啊？有乒乓球、羽毛球、健身、瑜伽跟那个什么核心肌群，我就选瑜伽。网球没有网，如果有网球，我就会选网球。说实话，还没有网球。当然是要练瑜伽呀，瑜伽很棒，瑜伽超棒的。没有篮球哎，有篮球吗？好像没有篮球。被果果踹，你会被我踹飞哟，哦！我还是不要练好了，我怕会伤害到。小吴晚上好，是果宝宝。谢谢小吴的看好你哦。我欢迎你出来，可是你都没练，就我怕练了你们会吃亏，好吗？我是为了你们着想。哎呀，我按到，没关系，算了。最近练习还蛮顺利的，就是我肉多来吧。我最近一直长小臀，实际是才不是，
我给你们看，我点的是温的，我点的是温的。Fool for her, acting cool for her. She's too bad for me, but I'm too good for her. She makes me so nervous, probably on purpose. She's just so perfect, I just can't help it. Cause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.草地牛是什么？今天那么热才点，因为我今天肚子不舒服。可以把卫生纸打开。你们耳朵会不会坏掉？你们耳朵还好吗？那爆开了啦！就爆开了，我想要有一包好好的，那个很困难呢。不是因为我每次用扯的，他还说他会整个被我扯掉。谁教你讲？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。为什么觉得今天好暗呢？哦，我调错灯了，是他才对。嗯，对，就是这个灯才是我要的灯嘛。就是懒拆也这样拆呀、啊，太大力了嘛。几个人来？我可不可以问你们一件事情？就是你们知道那个蜡烛 ？Hello， 谢谢雪带巴的梦幻水晶鞋。用蜡点蜡烛是不是只能用那个点啊？是不是只能用火柴点？问你们这个，我每次都会被我烧得黑黑的旁边，我都好难过。我不想要旁边黑黑的。谢谢志豪送的香槟，也可以用打火，但旁边就会烧黑黑的，为什么？我来用用看。好了，被我烧了一个头。那就是你不会用了，哪边黑黑的？就是，好吧，我刚擦掉了。你用火柴？为什么用火柴？香氛蜡烛，对呀。这布丁，你说杯口？对，杯口或者是那个蜡烛上面都会很像黑黑那样。在房间点蜡烛不会，为什么会不舒服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照灯，对不对？哎，对耶。活泼还好吗？有什么功用？就是它会。我刚刚在跟你们说什么？哦，它会香香的。那种比较好哦，对好，我应该要去，可是那个很贵耶，
欸，我来看一下，那个叫做什么啊？照灯哦，蜡烛照灯，香，就是香氛蜡烛，就是闻了会很开心这样。蜡烛暖灯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哎，679块。嗯，这个可以耶。我记得我之前看到好像2000多还是1000多，然后就会把杯口染黑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不会不危险，睡觉不点呐、啊。袜子丢在那就把香味，我的袜子很香。哎，挺舒服嘿。哦，自动关的很棒哎！我之前看到一款好像很不错，但我忘记我在哪里看到的。讨厌！你好，未来的果实，我闻闻看，你要怎么闻 ？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n。那就放袜子，不一样。如果睡觉点很危险，知道知道。像我染檀香的小黑到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要买什么？要买蜡烛暖臭云梯。你们知道 Tiger 之前那个吗 ？Tiger 之前就看那个火，然后手就在那边挥，我吓死了。熔蜡灯，哎，这个很不错的感觉。哦，想要哦 ，OK， 我要这个不错。我看到你在惨叫，哎，那时候我在直播吗？Tiger， 为什么我的音乐消失？我今天找一下猪宝宝好了，他今天是不是在播？我们可以跟他聊天一下吗？我们找他一下。我们来找猪宝宝，宝贝，宝贝，对不起，你等我唱完这首歌好不好？好，等我一下哦。线上公演开放了吗？真的吗？有开放吗？没有吧？什么时候？骗人哦！好，等我一下，宝贝，等我一下。谢谢大家来原子族主族的直播间抽红包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未来的果实，就是现在这首歌，然后今天还出了舞蹈版，然后大家赶快去多多看哦。喜欢我的话也可以 点我的 Instagram， 然后呢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介绍，右边这一位，不对，对，右边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国西鱼果果宝宝。怎么啊 ？Hello。她是一个欧美小公主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她，虽然她现在素颜。谢谢谁的文手礼，妈妈的文手礼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的宣传，谢谢大家来我直播间抽红包，爱你们哦，啾啾。但是我先放这首歌，宝贝等我一下。我刚刚在看呢，我刚刚在看你们的舞蹈版，好可爱，我才刚看完。别再找。果果恭喜！对，没错，果果是我的前辈，果果前辈干嘛？什么？我是你的前辈，你是我前辈。
宝贝耶，请叫果果回答哪里可爱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说那个，请问果果，请问未来的果实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最可爱？哪一个部分？觉得哪一段最可爱？你走出来唱歌那一段。哪一段？你跟那个慧出来唱那一段，齐慧。绝对没有忘记团员成的团员名字。我把音乐关掉，这样你就比较听得到我的声音了。我刚刚看好可爱哦，我好喜欢。我最近一直在放，大家问我你干嘛一直放？没有啦，然后你怎么又在放这首？当然是因为我的，因为我是他宝贝。Hello， 一定要的、啊，组织个表情。珠宝跟雨林宝都在都在跳未来的果实，我当然要爱一下。讲我，我不管。OK， 珠宝，我所以你要先讲我。好，你跟张宇联播的时候，你先讲他。那你现在要讲我。好，可以可以。谁是张宇联啊？谁？啊！谁呀？然后雨林冲过来揍我，杀，还会杀我。你们去鬼屋会吓死扮鬼的。哎，珠宝，我们下次一起去鬼屋好不好？你会害怕吗？我最怕，其实我也害怕，我没去过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时候，你有看到那个吗？我有看。你在那边，哦，天哪！当我没问，对不起，我突然想起，当我没问，我没有问组织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鬼屋，绝对没有。什么叫我照镜子就可以了 ？Hello， 我可是广播电台哦。播电台是什么意思？广播电台没有，他说他可能去跟章鱼说。步步都跳到墙，对啊，我们都跳到贴墙了，还会抽稿。猪猪的大象，哎，你在抱我们的宝贝吗？嗯，我们的小孩，嗨。我喜欢你这件衣服，真的哈！哎，宝贝，我有看你戴毛毛啊，你先说。我不是有给你网址？网址？那件衣服的网址啊？哦哦哦，对对对，有啊！那个网址是另外一个网址哦。我知道你之前传给我的那个网址。还有在，我记得，但我没买，我想说你穿成好看，我就不给你撞衫了。撞衫啊 ，OK 啊，姐妹装啊。我不要。我拒绝。你可以买别的颜色。对啦，好。对啊，我考虑一下，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。我不会戴毛帽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哦，我戴给你看。可是我找不到我的毛帽，耳朵会翻动。不会，我耳朵不会动。我找不到我的毛帽。对呀，我被主人吓死。真的，日本的站立迷宫好玩。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什么来这边，然后只有好像什么两周的展览时间，什么两个月展览时间还是什么的，一个恐宫，然后吓死了。今天祖祖表，人家不想跟我穿一样，对啊，自己跟人家明明我通常是嗯哼， 是因为祖宝贝穿太好看了，好不好？宝贝，我等一下就我不会戴很久，因为我已经头发有点被压坏了，然后我大概快好，你看啊，就是先把它往后拨，嗯，然后这边往前压，然后往后拨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呢，再这样，然后就是这样一指的空间，然后这样，然后盖住耳朵一半。哦，哎，我想我找不到我的毛毛，来毛毛哎，看我这样，啊啊啊，唱哎，啊这样拉拉拉，哦，你就会很好了。现在找不到我的毛毛，我的毛毛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忘记我带去哪？我记得我那天一直试戴，结果戴起来就，你过来这样。他当机，
算了，我不找了。是说你们的孩子会上？什么？东京恐怖在学校的？什么？是他恐怖是一个学校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宕机了吗？对没？你刚刚有点宕机，现在还好。你不要乱走好了。我就乖乖待在这。我趁机跟国宝宝分享一下好了，因为国宝宝你是不是也是个不爱喝水的小孩？欸，我很爱喝水耶。哪有？我很爱喝水，我说认真的。真的吗？那我跟大家分享，我最近又花了200块买了一个这样2000cc 的水。欸，我也有给你看。然后我今天应该要喝，如果我现在还，我每天都会喝欸。我还在 remember my goal 这边，然后我已经不 remember， 已经 forget。这是我的，放刘海，我的是有颜色的，就是竹马买的，200块。我因为我很爱喝饮料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多喝水。我是因为最近不是吃药吗？嗯，你说那个吗？大家我有跟大家稍微讲一下，就是耳朵不太舒服，讲有好一点了吗？现在他们说啊，好多了。他们说这个虾，的虾圈上面卖99块，哎，骗人！我帮你查，我记得599、699之类的啦，那个。对啊。骗人，哪有那么便宜？一天喝2000吗？对啊，一天喝2000，145块。虾皮，因为我们是常客，真的，虾皮可以讲。对啊，虾皮可以讲啊，真的，145块耶。买贵了，宝宝，那你买多少？你说我的吗？我都哎，水壶超便宜的，这个还有什么耐热什么什么的，500多。我在那个，没关系，宝宝他买500多，我买200多还好。你买200多？嗯。啊，你买200多？我刚以为你说1000多哎。他是不是不能耐热？他是不是不能放热水？他是说可以，但我不敢。但我的可以，但也可以不敢。没有，但我的看起来就比较厚，比较可以装。你的可能装了会，你这没有。嗯哼，教的都尽量不要装热水。哦，对啦，是哦。145。哎，真的哎，竹竹的钱真好赚，竹竹很容易被烧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找到我的哎，我找到我的199块，好的，没有他1800哎，跟我的一样哎。宝贝，那我再跟你讲，对，不要装酸，天吗？不要装酸的果汁，花4000。宝贝，你看我新。你知道你的口红都是偏橘色的吗？它是送的。你知道你的口红颜色都长那样？它就是送的。谁送的？买其他东西送的。我以为是那个，我一直问你那个3C 那个的，那个什么什么 Lady 什么的。什么？这是那个，我给你看那个名字，因为我好喜欢那一只哦。什么？你认真？哦，你传给我的那个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是去年我们吃那个的时候，吃尾牙吗？哦，然后你看到我的那一只是不是？对。谁送的？有八卦吗？某一家我买的厂商送给我的，因为我买了。
那个东西。嗯，我买了亮亮的啦。哦，买了一个眼睛亮亮跟一个眼影，然后它。哎，我最近也买那个，我好开心哦。好，那你，我给你看。啊，那是阿那个阿丽的。因为我之前很想要买那个眼影盘，然后我看不到你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他在打折，就买才300多块而已耶。那你啊，你这个傻蛋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化妆老师那时候你卖100块一盘，二手的，谁？他可以用，就化妆老师啊，我们的化妆老师啊。我怎么没有跟到？真假的，我那时候还想，一直在挣扎要不要买这一盘，然后后来我想说算了，我眼影太多，我就没买，才100块，而且老师才用2-3次呢。他那时候就出清，所以我那支口红也是跟他买的。哦，啊，我怎么没跟到啊？没关系，但我300块买，我也很开心。那原价，嗯 ，OK 啦，我觉得可以。对呀、啊，果果哭了。他说朋友爸爸。冰室送冰室的水壶，但不小心摔凹了，你朋友一定会杀你。傻蛋！哎，安全。哦，我的那个粉底液快用完了。我那天本来想问你，你觉得我要买那个吗？化妆老师他们每次都帮我们用的那个，还是我买原本的？他们帮我画的是那个，他们帮我们上他们很喜欢的那个，他们一直推的那个。你等下传给我，你现在。你看，它叫做为什么在你旁边我又更觉得我的光很黄了？哎、欸，可是我现在调的是黄光、欸，哎，这个才是白光，这是黄光，调全白是两盏。我知道，没，因为你是白光，所以你会看起来还有黄黄。所以我应该要调黄光吗？嗯，我自己是这样子、啊，你调调看看黄光。我知道你墙壁太白了，你墙壁太白了啦！你们说说，你们评评理，评这是什么阳光？哦，你太阳下，当夕阳沾满下一方，很好笑哎、欸。哎，刚刚那个是不是有好一点啊？没有，这个还是最好。嗯嗯，白光宝贝，还是因为我家里的灯也是黄光。没有，应该是因为家里，因为我刚好就是有一点换位置了，因为我不是最近在那个嘛收拾嘛、哦。对。嗯，最近收拾，我整个光都有点抓不太。我现在都用这个，我们家女儿来那个，这个、啊、宝贝。哦、老师，它这个是好用，因为它比较水耶。你原本用哪一件？那个你很爱的冬虫夏草还是什么？哦，那你可以换，因为那个遮瑕力更好，就老师的那个遮瑕力更好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啊，因为我那个是我是用两个东西，就是我是用那个，然后再加 S 开头的一个那个粉底，我是两个混用，就是对混。出现中药，黄光白不尽力，真的哎、欸。墙壁太白这个理由第一次听到，没关系，我用我们女儿帮我补光。女儿是什么意思？女儿。哦、我们女儿。哎、欸，这个颜色是很好看啊，但是就是很像你会擦的颜色。哎、欸，宝贝，你会了没有啊？啊？跳舞你会了没有？不会。你真的吓到我了！我刚整个瞬，那个瞬间背脊发凉了，凉了一下。
回来，你们回来了吗？配好人。我宕机，我重开，我宕机我就重开。为什么宕机？我跟宝贝讲一下好了，跟他说个拜拜。嗨嗨，成功，欢迎回来。刚刚是不是有点声音跟画面有点不是很对称？你说我还是你？你现在还是吗？太好了。那你好像有一点的，还是我手机的问题啊？宝物一定超多阴，食物一定超多阴，什么东西？你说我本人的阴影很深吗？也是没有啦。你还听得到我吗？听得到。看得到 ，OK， 那就好。嗯，哎，我刚刚在说什么？我忘记。粉底液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嗯，我手机好像都太烫。嗯，今天问宝宝们说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吹风吹到头，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好买帽子的借口？肯定是啊。我看到你说肯定是了。就是啊。但是呢？就是有宝宝传讯息私讯我，他说，就是国妈有不是国妈是竹妈不是国妈是竹妈，竹妈呢在前几天下了一个命令，就是在搬家之前不能买东西。那你就请他说啊，麻烦几月几号再送到这样。所以我有在考虑要不要用掏圈买，然后他会比较晚到。可是帽子还好，帽子小小的，我觉得就是。你还可以放在车上之类的，还好。那你可以推荐我毛毛吗？我很想戴毛毛，但是我上次戴我真的是吓到。可你说推荐哪一家吗？就是帮我挑好看的。哎呀，我等一下帮你挑挑看。啊，宝贝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卖家回来了，就是我的隐形眼镜的卖家，就是我跟你说一直从七月到现在的那个，他突然回来了。他就说很抱歉，会赶快出货，我就很期待，因为它是蓝色的。你说时隔半年之后吗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才说出货吗？对、啊。嗯，Tiger，我觉得Tiger一定特别喜欢我，对不对？Tiger，Tiger我也Tiger喜欢你的，你每次联播你都会出现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你都听到祖祖的声音就跑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T 哥，我也很喜欢你哦 ，T 哥。好啊，超级超级喜欢你这小帅哥。对，他是小帅哥啊。你知道，哎，宝贝，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昨天去带他去看医生，因为他下巴包什么红红的，我就给医生看了他的照片，我就拍他，因为他去看医生当天没有那么红，就说他昨天长这样。他说哇，他下巴都肿起来了耶。我说、没有没有，他本来就长这样。然后他的医生就说：“哦，所以他原本就有厚道是吗？”我就说：“哦，对，就原来主人跟宠物真的长得像。他我觉得很帅哎、欸，就你看他真的也小厚道，你看到他的小厚道了吗？哎、欸，他也有小象，你有看到吗？也有什么？你看他的小下巴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。”好可爱，原来主人真的会跟宠物真的会长得像主人，我们都是大下巴。果果宝宝，你没有大下巴，但是你也有一个小下巴，这样小下巴这样。半年太寒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说果果教坏祖祖，教坏，教坏。为什么我教坏你？就是乱买东西啊！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这个？我隔壁旁边那个小朋友，旁边这个人没宝贝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又买了什么什么？上个月跟我说，我跟你说，我又不小心花了那个，就是手滑了，买了什么？哎，这哎嗯，
我刚刚听成手环，我想说我没有买手环呐、啊，手环、哦，手环哦，手环有啊，就是这个衣服啊。不是，你上个月跟我说你刚买完，你不会再买了。结果我呢，我上次练习的时候听到说，宝贝，你看我买了什么什么。我跟你说，它降滑的哦。宝贝，你看，我都不知道他刷了几次页面。没有，上个月买，我上个月买什么啊？我想一下，没有啊，我上个月买什么？没有啊。嗯。啊，想起来了吗？哦，啊，竹宝贝你哦，是竹宝贝教坏我好吗？我买了耶，我真的买了耶！欸、你是不会停止购物的人呢。好，我真的不能买啊！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好，啊，你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。没有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我上个月买的衣服，是因为我们不是最近就是大量的练舞嘛？谢谢酱酱宝啾啾王，啾啾，哎，Tiger，你为什么要抓我？好可爱哦。小帅哥，小帅哥星，嗯，可爱。我好想找一天去找你们哦。好啊，该来去睡，志宏快去睡，晚安，礼拜三见。我们礼拜三见面。嗯，对不起，你先讲，你先跟宝宝讲。宝宝说晚安，晚安。好吧，我宝宝晚安。我到时候抢一个来。我可以带一个去找你，但你不可以来找我。不么？因为我家里太乱了，我怕你看。Tiger，我先走了，我有事，急事。Tiger 可以啊，可以来。可是 Bruno 会 run 吗 ？Bruno 会，他会看到人很激动。哦，那不行，嗯，因为规定就不能那个，那边好像有规定。哦，可没关系啊。或者是下次你有来我家附近的时候，我可以带他出去溜溜，我们去旁边附近聊天，你喜欢待的那个地方。哦，好好好。好像他是不是武器？哎，什么？谢谢尖叫。等你忙完啊，我真的很想要跟你去，感觉晚上在那边聊天很舒服。真的超舒服的。猫咪是啊，刚刚以为猫咪是抱枕，是不是？是我们家 Tiger， 是我们好的 Tiger， 他把我抓伤哎、欸，好过分哦！没，猫咪都会这样啊，就会不小心。对啊，他不会抓我，还是因为他昨天看医生会害怕，他通常不会抓我。嗯，一定是这样啦，没办法，猫咪本来就有爪爪。嗯，不能会踩，不是不能，他你吗？你小时候跟你现在长得好不一样哦。嗯，我看你小时候怎么长得那么寒啊。嗯，长得很美耶。我是说美式的美，不是很漂亮的那个美。对不起，宝贝，你小时候也很好。好，我不是我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是说你长得现在长得很欧美。对对对，那应该讲很欧。现在你知道吗？我每次一直跟我的宝宝们抱怨说，我觉得我笑起来嘴巴歪歪的。我看我应该是找到原因了啦。我看我应该是找到原因了，就从小就长这样，也是没什么办法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以前嘴巴也歪歪。你有戴牙套吗？对，我戴了牙套以后。戴完，我跟你讲，我原本的牙齿呢就是歪歪的，但是我看不太出来。但你看得出来，我左右边不太一样。然后后来我就戴了牙套，结果我戴完牙套以后，整个脸歪掉。然后我肌肉全部重新长以后，我脸现在才是正对称的。我脸哦，宝贝，我跟你看，我脸超级不对称的。我真的是，我每次开这个我都会疯掉。然后我给你看，你看你有看到长多不一样吗？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戴牙套啊？嗯。欸，我小时候跟现在真的不像嘛，你看我小时候很长，我小时候超黑的。我小时候也很黑，就很爱晒太阳，小黑炭猪猪。啊，你觉得我小时候跟现在长得不像吗？
就你小时候看起来很像韩国人欸，欧美人吗？开心。嗯，是因为你以前这样吗？我以前我一直都是这样，而且我小时候是单眼皮啊。我小时候超黑的，我小时候，嗯，就是像非洲人。我也是欸，宝贝，你有点宕机欸。我为什么是不是手机过热啊？我手机有点烫欸。还敢宕机试试看？哒啦！我换了 JJ 的手机。我还在宕吗？我应该没有在宕了吧？你想断我勾勾吗？我没有。真安静，为什么大家跑走了？大家都不见了。我想要穿这件衣服比较舒服。为什么我只看到我在流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大家不见了？大家等我，等我一下，等我哦，我很快。嘿嘿，我好有够安静哎。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？我不见见讲，你们快来，你们快安静到有点恐怖，大家不想理我了，因为我一直关播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怕你们看不到我呀，我怕我一直在卡，我想说赶快重新开一次，我都换手机了耶。我要换衣服，那我也先走，先别走。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金票？为什么你哭哭？可乐玩什么人啊？这边不讲话不是正常操，今天直播品质比较差别，一人直播间好恐怖。为什么？你的头贴长得好眼熟哦。Hello， 杨过，我来只是想说果果宝宝越来越美丽巴巴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谢谢。你们还在吗？谢谢店长为主播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哦，谢谢，谢谢支持。好嘛，好嘛，怎么样？怎么？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很想帮你剪指甲，提子，你的指甲太长了。哎、啊，你的指甲剪呢？你指甲剪呢？你的指甲剪去哪里了？这个你看。我还是挑走。我肚子痛。我应该今天不会开太久，疯狂重开，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一直宕机，我的手机好像太烫，它现在还在烫，它现在还是有点烧烧的，我的手机最近很容易宕机。
你要不是喜欢配一只单机，请干。马上请。盖掉你的滤镜？没有，我。听说下礼拜会变成六，下礼拜的直接看到耳朵。我要说什么？下礼拜会天气会变成六度欸，大家穿多一点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我今天去学校的时候。然后我们就是有太阳，然后可是又有风，就凉凉的，很舒服。我很喜欢今天的天气。咦，怎么热？冬天来了，今天不像是冬天。Hello， 光光。台北好久没有这么温，对呀、啊，都湿湿冷冷的。没事，今天说很冷也还好，今天天气很舒服，就凉凉。T哥笨蛋，不是，是下礼拜被骗到了。什么谁什么哈？害我在家里耍废，没出门工作。你今天翘班，重点是对，没有下雨。虽然我很喜欢下雨天，我不喜欢下雨天。是要重开几次？你们为什么偷跑掉？你们都不会等我回来吗？你们去哪里了？我都重开这么久了。我就一直宕机嘛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就说是过我是外甥，是飞镖。你怎么重开一下还换装？我想说穿这件比较舒服。第一个你在干啥？当然不回来，反正我没勾，对吗？我最乖的，我都没有乱跑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欺骗我的感情呢？那当然跑掉啊。祖祖最近身体不舒服，他刚才还好吗？有人在搬东西吗？哦，我们是 Tiger。Tiger 你在干嘛？他刚刚在玩他的那个板子。他好好保重，我就不念他了。对呀，好好照顾身体，大家。Tiger搬家了，我在偷偷揉我的眼睛。
下，等一下。我只想跟大健吵架，但你过来跟他聊天，我觉得无聊就会跑掉啊。Boys and girls， 哎呦喂呀！好的，我想要去，我想要请企鹅先生帮我们直播一下。反正你又没有无聊。企鹅先生，你在这里哦。我很快，等我哦。很快。我回来了，刷个手手。Hello，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企鹅说，企鹅没有啊？你们乱讲话！我跟你们说，我礼拜。礼拜这个周末忘记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，我去那个宠物展，我就去宠物展逛了一下。我帮 Tiger 跟 Bruno 买了零食跟，哦，我还买了那个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。我这次没有买到现成的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我种不种得出来它。希望我种得出来。啊，我的点心嘞！你是狗狗吗？我有买鸡肉干，你也想要的话。我看不到他，没，我有洗手啊，大件的没买。你是熊熊，你为什么是熊熊？为什么你是熊熊呀？我妈去找婆婆了。Boys and girls， 不会自己看哦。你是熊熊，千猜大岛见熊熊哦，原来是大见熊熊的意思哦。原来吃这么，难怪吃这么多盘苏西。放生，对。你好，大剑熊熊。
Boys and girls， 我们干哈？用鸡汤汤。什么时候轮到臭国来笑？大剑熊。是大剑熊啊，德全你跑去哪里了？我一关播你就跑掉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来玩我的这个游戏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可以说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一关播你就突然跑走是几个意思？现在才回来，我趁你卡住的时候去洗澡。哦，好吧，原谅你。但是如果某个熊说要跑去洗澡的话，是不可以原谅的。我要赶快拿我的平板玩到我很多点数，我就可以买那个不一样的颜色。不对了，何轩跑去浪了，你原谅的那一位，我大他那么多岁，竟然当然要叫哥哥咯，哥哥去祖祖那边抓他，什么？我也要玩游戏，大剑熊，我要趁你顺的时候洗澡。我洗完了啦，再去洗一次。你们很讨厌，你们讨厌呢。1000块是不是可以买啦？1000块是不是？大概3000块，我记得。我还要2000，讨厌。好吧，我再等，我再继续。还没有，我好久没有玩唐叉人了。 Boys and girls， 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他到底在玩？我在玩那个我就算去浪了，呆鬼也不会关心。什么意思？我哪有偷懒过？乖乖，偷懒过乖乖练腿，我就不洗澡。不是啊，这个游戏的点数就是那个，他是唐朝人，唐豆人。我在玩这个啊。哎，我玩到15000很厉害耶，你们知道吗？要用 EPIC 平台账号，为什么？什么是 EPIC 平台账号？哎，我刚刚跟你们说，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超想睡觉的。我这两天，我那这个周末有练习，我就1-2点睡着，然后1-2点睡着，我6点就爬起来。然后我就睡不着，然后可是一大早就要练习，所以我就没有睡，我就没有睡回去，我就去练习。然后呢，结果嘞，这老游戏了耶。这不知道什么，最近很喜，我一直都很喜欢，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玩，然后呢，就最近又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很想要玩它。它有什么魔法？对，然后我就很累。然后我就昨天回家，我就想说要早点睡，结果呢，我还是一样时间睡着。可是我昨天我睡着之后，我大概1点多�睡着，然后我3点多就爬起来，然后我6点才睡着，
为什么我会在这种奇奇怪怪的时间起床啊？然后我十点就，我六点又睡着，十点不是，可是就很不开心，就是没有一觉到天亮的那种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没有一觉到天亮的那种，因为你想我，是你想我吧？某个收到，他买一下。他讲这段逻辑蛮乱的，我哪用讲啊？不开心就不开心啊，不然你想怎样？为什么你们就突然就开始欺负我？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？所以重点是没，就是会不开心，就感觉没有 Hello 勾勾杀手。哦哟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很卡。不然我以后卡的话，我就不重开了。详细你也看不懂，踩得全吗？好，就睡一睡起床真的很讨厌欸，超讨人厌的，就没睡饱的感觉。到底多爱睡觉？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大千？啊，突然皮痒了。狗狗怎么没被杀掉？不知道欸，可能手机太当了，我他没有侦测到我关播了。我刚跟你们讲那么多，主要是因为我就是等一下跟你们说，哦，就是我等一下要关播了，我等一下去洗澡，然后我要去睡觉了。跟你们讲的重点就是，对，我等一下要去洗宝宝睡觉了。我也没被杀，等等，我本来就你有啊，你有哥哥啊，这是福利耶，福利熊熊福利福利熊熊福利，结果都拖到一天。这是我的睡眠时间就差不多长在一点啦、啊。熬夜的得给我早点睡，还在查询，我没有吧？要睡了吗？我等一下，我再，我差不多要关了。哦，可是我又舍不得关，可是我又想去洗澡。他很久没查我了，已经在查睡。我今天会早一点睡。你今天要撑到几点才要睡觉？拖台前没有，我这阵子还蛮乖的吧？我这阵子都乖乖关播啊，只好边洗边关，只好边洗边播。那凑合着边洗边开。所以连 report 都偷懒不行，好坏哦，我都会看好不好？但你都没有发啊。骗谁啊？我真的会看啊，什么叫做骗谁呀？你骗谁呀？
奇怪，你骗谁？你发五，我发四，不追踪模式，没关系啊，我现在先去退追踪你啊，不是，我现在先去封锁你啊，看谁比较快。我开玩笑，我妈咪问说你怎么关播了，我一直宕机，妈咪你又关了，我重开了，你快点道歉说我不追，我会继续追踪你，你又追上去，我讲错，礼拜三没课吗？我每天的课，大一的课都是那个。我大一的课都是每天一点的课，开心支持锁大姐，我没有追大姐，狐狸熊狐狸，我以为你真的要跟我比速度。这周对，我这周是早上，因为我晚上都没有办法播。我只记得你礼拜五，对，我礼拜五没课，嘿嘿。我要干嘛？我忘记了。哦，我要去看你到底有没有。你如果等一下被我发现你退追我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我是说认真的。我现在在查哦。很好，什么一回来就看到要锁大姐，果果发飙模式预备的，所以大剑的 IG 叫，大剑的 IG 叫什么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姓张嘛。你们小心一点，我去查你们哦。哎，你们会不会没有追踪我啊？你叫做张大健，张大健，等等，大家都会追我。喂，我看一下，我好像忘记追。我查查，你明明就有追，你骗人。等等，你查不到啊！你们追踪我。好的啦，我真的要关播了，我想去洗包包。你又知道我有追，你们都有追踪我好吗？我不相信你们没有追踪我，你们都是我宝宝哎。我 IG 不追偶像，屁嘞！你还有留言，你跟我说你没有追踪我，我记忆力没有那么差。有啊，我有追踪啊。你为什么现在要这样讲？讲的很像是你突然默默退追。查不到我的，你们好讨厌哦。嗯，我看到了，很棒很棒。我唯一对，千万不要，为什么不能查你水表？可是我已经查了，我看一下，你们都有，我都没有留言，所以你就该知道了吧。你明明就有留言，
唯一支持小胖小胖。大家，我要关播了。我八豆田，我想去洗宝宝了。你他可能知道，我很努力在记得，好吗？我的小脑袋很努力在记得你们。还真的很认真在看，我都有认真记得你们。好了，我要来念榜了。日榜。立榜，今天就念立榜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啾啾，谢谢啾啾。第九名是朱莉安，谢谢朱莉安。第八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柠檬。第七名是罗喉，谢谢罗喉。第六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第五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。第四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三名是小白兔，谢谢小白兔。第三名是第二啊，谢谢这个说谢谢。第二名是雪带吧，谢谢雪带吧。第一名是志航，谢谢志航，谢谢大家。我最后的留言是十月十，谢谢啾啾，哇，很可怕，很可怕，谢谢，谢谢德全的啾啾，哇，这个黑眼圈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好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，谢谢德全的啾啾，谢谢少也少乱吃宵夜。好，你今天最好会去，我真的会去睡觉，我今天一定会睡很好。果果去洗个宝宝睡，我要去洗宝宝，然后去睡宝宝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直播，谢谢你们追踪我的 IG。 开始动作。哎呦 Tiger 你怎么在这？妈妈刚刚截图截得不错。什么截图？好了，说晚安时间，说晚安，说晚安 Tiger， 说晚安。你跟我说晚安，叫你说晚安很困难是不是？快点说晚安。嗯呀，肩膀肩膀。飞镖晚安，德全晚安，再见点点点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大家晚安，店长晚安，狮子晚安，古早古早味晚安，黑流星晚安，樱桃猫晚安 ，L 晚安，壮晚安。玉晚安 ，Kate 晚安，阿翔晚安，晚安 ，Tiga 说晚安，晚安晚安。金利，那是利还是票啊？那是利，那是票。小白兔晚安，柠檬晚安，雪带包晚安。礼拜三早上见哦。结果我先睡死。哎呀 ，Tiger 也跟你们说晚安了。Tiger 说晚安 ，Tiger 你要说晚安对不对 ？Tiger 你说晚安。嗯，好呀好呀。Tiger 你说晚安，你说晚安啊。嗯。他一直在看我。不见不散，放生我就放生你爱，我才不会放生你们呢。嗯，他在给我翻白眼吗？你要不要这么丑，听哥？让听哥可爱，听哥。那可以放生？不行不行，这个不可以放生。小下巴，你们看 Tiger 的小下巴，那个小下巴推推的，不可以推追我哦。我希望我等下去看我检查我 IG， 我发现我不会发现我 IG 掉了可能几百个人之类的。一个，
听的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啾啾，啾啾。十二点再讲了已经，我要去睡宝宝。OK， 要 peace out 了。Timmy 哥晚安，拜拜。三二。